啪乱讲一堆话，然后第二天全部在 YouTube 上面，所以你有录影是不是？那我就走正式一点的风格了。今天是 Multi Event 的媒体试驾活动，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认识我啊？我是 Victor， 我是行销部的哈。那很多前辈都见过哈。那不认识我们，等一下会后可以好好聊一下。那 Multi Band， OK， 这个是 Rundown 哈。那我们等一下会很简短的做产品的简报，然后呢，等一下我们会准备，在一楼有展示车可以拍照，然后用餐，然后接下来就是自由活动。好，那首先。Multi Van 是什么车哦？其实对我们想要重新再讲一下 ，Multi Van 其实就是一台 MPV， 不折不扣的中大型 MPV。那 MPV 就是 Multi Purpose Vehicle， 就是它有多功能。所以从图上可以看到哦，它可以是商务使用，然后它也可以是休闲使用，因为它的空间跟它的座椅的功能性是非常强。我相信各位都很熟悉这台车子。那我再很简短的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什么今天要办这个活动？因为这台车它有三项的同级唯一，是这个级距的 MPV 没有的。首先是同级唯一标配全车系的 ACC， 那这个级距Multi Van 是唯一全车系标配 ACC， 那这个 ACC 已经是这个各家车厂必备的配备之一。那我们首先。第一波标配的 ACC 的车款就是 Multi Van， 不是商旅，那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DCC 电子主动式悬吊，还有四轮传动，这两个加在一起也是同级唯一的，提供更好的操控性跟安全性。接下来就是同级唯一的行动办公室，那这个让Multi Van 变为。在这个市场中 ，APP 市场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配备，因为有这个配备之后，它跟其他 APP 都不一样，这是只有 Multi Van 有的行动会议室的功能。那为什么叫做行动会议室？因为它第二排的两张座椅是可以搬一个键就可以旋转的，好，这个是同级都没有的。各位想象一下，在高铁、在台铁，你只要搬一个键，把座椅回转过来。也可以跟第二排、第三排变成对坐的座椅。我相信这功能是绝无仅有，在这个级距里面只有 Multi Van 有，所以它可以称为是行动会议室。那第二排、第三排的座椅回转出来之后呢，中间还有一张桌子，那桌子的高低啊，左右角度都可以调整，所以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化身为行动会议室。那我这边继续讲哦，就是这个车子的功能啊，我刚刚讲是 Multi Purpose Vehicle MPV。我印象很深刻，我五年前还在 LCV 的时候，那我们去专访一位这个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他来买这台车就是除了商务使用之外，他平常周末，各位猜看他去哪里？他开着他年迈的妈妈，载他年迈的妈妈去基隆夜市，然后他就停在基隆夜市的路口，然后呢，他就下去买很多小吃，然后拎回车上给妈妈吃，好，所以这台车就是。可以是家庭休闲使用，啊，那因为有这张桌子，让这个功能性又更强，所以我不只载客人，我载妈妈去吃饭都可以，而且都放在车上，哦，所以是非常特别。那还有一件事非常特别，就是也因为它有了行动会议室，所以我相信各位知道哈，年底明年年初的总统大选，国安局特别选 Multi Van。变为总统候选人的指定座驾，所以所有总统候选人都要坐这台车，是公安局提供的 Multi Van。那他看中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行动会议室的功能，因为整个车室里面没有其他车有嘛，只有 Multi Van有。再加上他还有BCC 跟 Promotion， 主动安全性是非常高的。那还有，我相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他的品牌。各位想象一下，总统候选人坐在那个三芒星的品牌啊，实在是太高调了。哦，那福斯商旅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德国的品质，可是它提供也德国品质，可是它没有那么高调，它不会让你觉得很奢华、很奢侈。然后这也是公安局不想要 deliver 给这个消费者的。哦，所以
在车趣评中选成为这个总统候选的座上。那我们这边准备一段横切段影片给各位看一下哈。大家好，我是模仿天王郭子乾。既然是模仿天王，今天是要模仿的吗？不模仿。那么敢政治吗？也不讲政治。我们要来聊车子。那奇怪，聊车子我一个人能聊吗？当然不行。我们要请到另外一个特别来宾。这个来宾呢，可以说是 F1 赛车的主播，有30年的经验的 Robin 老师。Hello， 大家好，高兴的能够在这边。然后看到你是正常的样子，很少看到我正面。难得。那今天虽然有 F1 的赛车主播在这里呢，我们想要聊车子。另外还有一个来宾呢，更重要，是我们请来的特别的贵宾。听说呢，他不开车的时候不喜欢前面有车，后面有车。但是我们现在台湾是呈现塞车的状况，怎么会有这种人呢？我们欢迎我们的最主要的特别来宾蔡英文，小英总统。应该要跟车子有所关联嘛啊！罗宾老师，你不用看了，你一身上面的全部都是 sponsor， 就知道你的赛车的 mark 就在你的身上啊，这不用介绍了。那我呢，我是喜欢开车，载着全家啊、妻儿、小孩，然后一起出去玩，所以跟车子也有一些关联。我不晓得，总统，小英总统，你跟车子有什么关联？有啊，我在修车厂长大的。修车厂长大，真还假的？我爸爸是修车师傅。我第一次听过小英总统这样讲，我是跟车子一起长大的。总统，你既然在修车厂长大的，那你会修车吗？我18岁考完执照，我爸叫我要学修车，后来我实在真的学了，所以我爸就放弃了。所以说你是黑手的女儿出生的？没错。哦，我爸爸很会修车，很会修车。他不但会修车，他还会给他的小孩用自己做那个玩具车，可以坐在上面开。全总统，你在小时候在修车厂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常常会看到不同的车用不同的样子，用不同的姿态进入修车厂，有的是轮胎坏了，有的是这个门被撞歪的，所以你就开各式各样的车子，用不同的姿态进入修车厂，但是出去的时候都很好看。都很好看，就是。最烂的车子进来，出去都是最好的车子。对，就修车厂的主要的功能啊。对。今天小英总统来这边呢，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因为像你看，我们现在坐在这台车子里面，我觉得是蛮豪华的。你看还可以面对面的。我们还可以开会的。对，就来车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为公路的话，尤其是一个活动的办公室非常好，因为什么？它可以呢，就是面对面。你记得小时候我们坐火车那个吗？就可以从这样看着的翻过来嘛，对吧？所以现在的人最悲哀的是什么？就是还得面对面，然后我们还要滑手机，小孩等他来了还在那边滑手机，等一下去哪吃饭，然后吃饭。对，可这个完全面对面，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很大，它底下有收纳，里面是非常喜欢的。陈总统以前有开过这种修理车？我没有自己开，但是是因为公务的关系，尤其是选举的时候。这个车蛮好用的，蛮好用的，又可以开会，他也可以在车上稍作休息。对哦，那你看这虽然面对面了、啊，那刚刚有讲过，科技越来越进步，可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都是拿着 iPad 啊或者拿手机来联络感情。那全总统有在车上也用 iPad 用手机来传递讯息吗？有啊，因为那个公文现在都直接传进手机，这样看会比较容易看，不用再印出来，然后有人递到你手上。现在有任何的公文都随时他可以传递过来看，所以是蛮方便的。所以呢，这台车就等于是行动办公室的，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差不多。然后再加一个，说实话，还可以消息。还可以聚餐，喝杯咖啡可以啊，便当也可以了，吃个便当啊，或者汉堡啊，是不是？不过我的时间也可以。不过今天呢，好，今天我们不聊政治啊，但是赛车是小英总统，就是怎么讲，赛车有宽敞到可以变成一个，这叫 studio。让他们来做这个现场节目的录影，
然后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内容就是车程宽敞，然后公路使用很方便，还可以摸四圈嘛，所以这台车是非常实用哈、哦。那所以这个是说实话，我这辈子没有想过说我总统可以坐到我车子里面，然后可以讲一些话，所以这也是生涯的里程碑啦。那接下来就是，这是我们的 TVC 哦，所以这是 TVC 诉求的更精准哦。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 multi-van MPV 休闲商务不可以进用，那这支 TVC 更加精准哦，就是强调它的行动会议室的功能。那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德国第一少女，锋芒无需外显，以实力领先国际。德智豪华 MPV Multivan 全新女士标配 ACC， 要尊荣入主。放产。好，所以 Multivan 的重点，因为它不是全新车子，那新年是标配 ACC 等等的功能哦，是这次主要的目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同事 Clay 来跟各位介绍这个车子的配备的细节，谢谢。好，大家早。来，那等一下呢，其实我们就会针对刚刚 Victor 说在我们 Multivan 上面三大空隙唯一的这些配备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首先跟大家聊聊 ACC。那 ACC 这项配备其实是现在很多车厂沟通的主流，但其实呢 ACC 这个配备我觉得对于商用车来说更为重要，比一般的乘用车来说更为重要。现在很多车厂会把 ACC 沟通成是安全配备，但当初 ACC 最初时候在开发的想法是什么？它是基于一个驾驶辅助这样子的功能来做开发的。那其实 ACC 这套系统最早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想法是希望在基于定速这套系统上面可以做个延伸，帮助我们驾驶者在长途行驶的时候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一个驾驶的疲劳。所以 ACC 这套系统是基于定速系统前方再加一个雷达板，现在我们可以做主动车距的维持，让我们的驾驶者在车况良好的高速公路长途行驶的时候呢，可以降低它的驾驶疲劳，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行车安全。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套 ACC 呢，它的一个作动的一个时速的设定区间是在30到16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速度的作动区间。所以假如用比较严格的定义来看，其实它不算是一个全速域的，但由于我们是搭载 DSG 的变速箱，所以在做 ACC 跟车的时候，前方的车静止，我们也是可以一直跟到静止这样的情况。所以目前消费者对于 ACC 全速域的理解，它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全速域的，可以一直跟到车子的一个静止的状态。那我们在侦测前方车距是透过车前的一个雷达波，所以这雷达波啊，它基本上也会有一些条件的限制。它第一个，它只能侦测移动中的金属物体。所以假如今天呢，在 ACC 的使用的一个过程中呢，前方的车辆静止的时候，现在光透过这个雷达板，它是没有办法侦测到的。所以在驾驶辅助配备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底下，在行车的这些安全啊，还是主要的一个控制跟掌握都还是在驾驶者的一个身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透过前方的一个雷达波，然后打出去来侦测前方的距离。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来做主动的一个车距的一个维持，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驾驶者在长途行驶的时候呢，可以有更为轻松这样子的一个驾驶的一个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雷达板的位置。这个雷达板呢，第一个要希望它是保持干净的，因为任何的一个雷达板上面的脏污啊，都会比较影响到它对距离的判断。那还有一些驾驶状况要特别提醒大家，在使用 ACC 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状况，是会比较容易发生误判的。第一个，假如今天天气状况不佳，雨下太大，这个会影响到对距离的判断。第二个，在隧道里面也会比较容易产生ACC 雷达的一个判断错误，因为我们 ACC 打出去，它所接收到的雷达的回波其实就像是我们的水那个波纹，所以假如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雷达的回波产生紊乱的话呢，
也比较容易对于系统的一个判断来产生一些误判，所以它有一些驾驶的一个条件限制，这个也是会需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ACC 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设定。在 Multivan 上面，其实我们 ACC 的操作可以透过方向盘左边的这一套多功能的一个控制的按钮来做一个操作的设定。那我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基本操作设定。首先要开启 ACC， 我们要透过上方那个开启关闭 ACC 按钮按一下，这个时候呢系统会启动。那启动之后呢，我们需要设定两个东西，一个是速度，一个是距离。速度的话呢，可以透过我们的旁边的这个 ACC 控制时加速加跟减来做速度的一个设定。静止时候的设定呢，每按一次可以增10减10这样子的一个设定。设定完速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设定距离的一个控制。设定距离的控制可以透过中间的按钮，你可以连续按按的按钮来做不同距离阶段的控制。你可以按了一下之后呢，透过加号跟减号来做距离的设定。那我们这一套 ACC 它的距离总共有五个阶段的设定，可是比较特别的是这五个阶段不是固定的距离，这五个阶段代表的是雷达波打到前方车辆的一个时间差，所以它五个阶段分别是1秒钟、1.3、1.8、2.4、3.6。那会发现时间越长，当然雷达波可以打的距离就越远，所以跟前方车辆维持的距离也越远。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其实这套啊是很聪明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的判断，它是随着车速调整的。你设定同样的阶段，比如说一秒钟的跟车距离，不一样的跟车速度就会有不一样的跟车距离。速度越快，距离会越远，跟我们人的驾驶习惯一样。当我们车速越快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跟前方保持更远的一个行车距离，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反应时间跟足够的刹停距离。所以这个动态的一个距离的调整，一样是像我们人的在开车一样，我们的速度越快，距离会自然而然拉得越远。假如是固定车距的话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在不同的车速底下，同样的距离对于视觉的整个的感受程度啊，还有车辆的一个动态反应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套系统呢，它有五个阶段的距离设定，那不是固定的距离，而是随着你当下跟车的速度来做调整，速度越快，距离会维持的越远。那我们在维持距离的时候呢，可以透过刹车系统来自动做加速减速这样子的维持。但假如发生紧急状况，比如说前方的车子突然插入，或者前方的车子刹车力道太大，系统判断没有办法帮我们做有效的减速的时候呢，一样会出现一个提示。这个时候呢，就请大家要记得踩下刹车踏板，帮助我们车子来做一个减速的一个动作。好，做完刹车跟做完距离跟速度这样的设定之后呢，我们只要按一下启动回复ACC 控制的这个按键呢，在静止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跟车。下面那个 Set 键是在动态的时候设定使用。比如说今天我们已经行驶在路上，那你按下 Set 键，这个时候设定的速度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个车速。当然设定完之后，一样是可以透过手动来去调整，那我要的一个跟车的速度是如何。那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建议大家，假如我们的一个在使用 ACC 跟车要跟着顺畅的时候啊，速度的设定可以稍微是现在道路速限的再加10，因为其实有时候要去追前车，但假如我们速度的一个设定是刚好是速限这样子的话呢，会没办法追到前车，所以有时候在做 ACC 跟车的时候呢，会比较不顺畅。那其实在 ACC 跟车，你要跟得顺畅或是要跟得舒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前方的驾驶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的距离是速度是以前方那台车为主的，所以今天就算我们设到时速160，那前方开30，我们在后面一样是30这样子在移动。对，那假如前方的驾驶的习惯比较不良，急加速急减速的话，其实我们的跟车在后方的话呢，也会有比较不舒服的这样子一个驾驶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这套系统因为是属于驾驶辅助配备，所以就算我们设定在比较近的一个跟车距离，还是会比台湾驾驶的习惯还要稍微远一点，所以在做跟车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前方的一个车况，避免有临时有车子插进来，然后产生车辆的急减速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好，那设定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跟车。跟车的时候呢，我们的脚就不需要做任何油门跟刹车的操作。现在启动 ACC 在跟车的时候呢，所有车辆的加减速都是由车子在帮我们做控制，但是双手还是要握着方向盘。这时候我们只要透过双手来作为车子动态的一个操控，加速减速的动作呢，车子会帮我们来完成。所以在长途的一个行驶就可以降低驾驶者的一个疲劳，所以在我们长途行驶的驾驶环境来说呢，特别的好用。所以我刚提到 ACC 这套系统其实对商用车来说更为重要，为什么？长途的驾驶的情况底下，特别容易发生在商用车的一个车主身上。通常在商用车的一个驾驶，他们的一个工作通常就是在长时间的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所以有了这套系统做辅助，更能降低驾驶者的一个疲劳。然后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 ACC 的一个画面，这个在仪表板前方的一个画面呢、启动 ACC 之后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图示。我们可以看到，你现在启动 ACC 的时候，假如还没有开始进行跟车，前面的车是透明的这样子一个状态，所以它是看起来像是只有隔线这样的状态。你要按下 Set 键开始启动之后，抓到车子就会产生，就会变成白色的这样的状态。看到车子变成白色，就代表我们的雷达波有抓到车。那速度的设定会显示在这边，所以可以透过我们的方向盘上面的按钮，把速度从30到160公里做设定。然后我们的上面的隔线就代表我们的距离的一个设定，所以它是有总共有五个阶段距离的设定。那这个设定的距离的跟车实际的距离是跟我们当下的车速来决定的。我们的速度越快呢，距离会保持的一个越远。然后假如前方的车加速离开太远，没有办法抓到的话呢，它也会变成透明的。这套系统最远可以抓前方120公尺，可以打到前方120公尺的车。所以假如前方120公尺都没有车，那目前呢，我们就会这套系统就是一个像是定速这样子的功能，会加速到我们设定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然后保持定速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在做行车的动作，一直到前方的车辆到120公尺以内抓到车变得白色之后呢，就会自动再恢复跟车的一个动作。那假如在跟车过程里面呢，要取消，其实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我们只要踩刹车，它就取消，系统就取消。系统取消的时候呢，就会恢复那种透明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暂时取消。所以假如我们要恢复跟车，只要透过上面这个恢复的按键 ，resume 的按键再按一下，就可以恢复我们刚才所设定的参数，包含速度、距离，就可以直接做恢复这样子的动作。那除了踩刹车踏板取消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下面有一个 cancel 的一个按钮，按下去它也会做一个取消的一个动作。可在按钮按下去之后啊，它就是一样是一个暂时取消，还没有完全的取消。真正完全关闭的话，就是要透过上面开启关闭 ACC 的功能。其实帮助大家判断系统有没有在执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车子的颜色。只要车子是白色实心的，就代表系统是有抓到车，有实际在做跟车执行的。那假如荧幕上面看到的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车子，就代表其实这个系统目前是暂时取消，或是没有抓到前方车辆的一个状况，可以帮助我们来看看说，现在 ACC 是否有在执行这样子。那针对我们的系统的一个设定，有没有什么疑问？所以它有两种方法可以做设定，第一个在静止的时候也可以设定。那静止的时候设定要启动去跟前车的时候呢，记得要按下恢复的按键。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在行驶的时候做设定，行驶的时候做设定的时候呢，就记得要先按下 Set 键，先把我们的车速定下来。那定速跟车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随时可以针对速度跟距离来做调整，来做变化。那有一个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一套啊是可以跟到一直跟到静止，所以广义的定义来说，它算是全速域的 ACC。只是跟到静止之后，荧幕上会出现一个请你踩刹车这样子的一个图示，这个时候就记得要踩下刹车，不然车子会继续往前移动，没有办法帮我们维持静止这样的状态。那踩下刹车就代表现在系统是暂时解除的，所以假如要继续往前跟上车辆的话呢，记得要再按下恢复的一个按钮。那我们这个系统有 ACC 的话呢，就会同时有 Front Assist 这套配备。
它同样是透过我们车子前方的一个雷达板啊、来做一个判断的。Front Assist 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AEB，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呢，来帮助驾驶做一个紧急减速的一个动作。可是，一样，其实这套系统它算是属于一个驾驶辅助的一个系统，所以背后不是在避免事故的发生，这个原理是在提醒驾驶者做一个减速的动作。所以，透过前方的雷达板判断距离，这套系统会有四个阶段来提醒驾驶者。第一个，假如发现前方的距离过近，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提醒。所以，一样，那仪表板的屏幕上面会出现一个车子的一个显示符号，提醒驾驶者要做刹车的动作。那第二个阶段呢，会有一个听觉的提醒，这个时候会哔，有一声很大声的长音，希望提醒驾驶者来做刹车前做的动作。那假如你看不到也听不到，代表驾驶者这个时候可能暂时睡着了。我们要怎么样叫醒睡着的人？摇他一下嘛。车子怎么去把驾驶者摇醒？会通过我们的 ABS 的系统点刹一下，这个时候车子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会有一个很大的抖动，想办法把驾驶者叫起来，叫他起来做一个刹车的动作。一直到假如这个时候驾驶者都还没有反应，最后一个阶段车辆就会主动介入做一个刹车。可是我们比较不保证可以做到100%避免发生碰撞，或者100%刹停，只是可以降低碰撞所产生的伤害。要避免发生碰撞，或要做到100%刹停，它的条件变数很多。第一个，我不知道天后状况怎样，我也不知道当下的车载的重量多少。另外，轮胎的磨耗啊，来路面的磨耗，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到刹停的距离。所以这套系统是沟通，可以降低碰撞产生的伤害，那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在提醒驾驶者去做一个刹车的一个动作，对。然后呢，另外再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DCC 这套系统，这个也是我们同级唯一的其中一个配备。DCC 这套系统是电子可调的一个悬吊，但它调整的不是车身的高度，而是阻尼的软硬。怎么去调整的？它其实是透过电磁的原理。在我们的阻尼的减震筒里面还有减震油嘛，减震油里面呢还有金属的成分，所以可以透过电磁的这样的原理呢来改变金属成分的一个密度，密度越高就代表我们现在阻尼也是更硬的。所以它总共有三个可以来做设定， Normal, Comfort 跟 Sport 三个不同的阶段来做设定。除了阻尼的软硬之外呢，另外还会联动到方向盘的辅助力道。比如说在 Sport 模式底下，阻尼会变得比较硬，支撑性会更好，然后方向盘的辅助力道会降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方向盘会感觉到是比较重手的。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高速行驶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行车的一个稳定性。另外 Comfort 的话呢就相反，阻尼会变软，方向盘的辅助力道呢会变大，所以这个时候方向盘是变轻的，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在市区都市里面行驶使用。阻尼比较软，对于碎震的这样子的一个吸收跟碎震的调整，相对来说会有更好的一个舒适度。那方向盘变轻，在都市里面有比较多的一个弯角的操控呢，相对来说也会变得更轻松，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驾驶者在不同的驾驶情况底下，用不同的设定得到更好的这样子驾乘的一个舒适性。所以这些呢背后呢都可以来帮助我们驾驶者来进一步降低他的一个驾驶的一个疲劳。另外接下来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的四轮驱动系统。我们现在 Multivan 上面所搭载的四轮驱动系统是集团第五代的四轮驱动系统。这一套系统呢，它其实是基于前驱的一个基础，那透过传动轴将扭力传输到后轴，再透过后轴中央的有一个多片式电子调整的耦合器来做扭力的一个分配的这样子的一个输出。这套系统的好处是在于它的体积小、重量轻，而且反应速度快，所以它是属于全时四轮驱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随时随地四个轮胎都会保有动力。但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一套系统，它没有传统机械式四轮驱动系统的优点、缺点。传统的四轮驱动系统就所谓大家比较熟悉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这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呢，就是会大幅增加油耗，因为在
随时都提供你最大抓地力的前提底下，相对来说你就要花比较大的动力来去带动车子，车子就变得比较黏，那相对来说呢，对油耗表现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这套系统不一样，它会随时针对不同的一个驾驶情况来做判断。在一般的驾驶情况呢，会以前驱为主，会有更好的一个油耗的一个表现。那在系统会判断，在不同的驾驶情况会做扭力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分配，然后在极端的情况底下，单轮甚至可以分配到80%的扭力。我们一般的驾驶情况，比如说在高速的时候呢，是以前驱为主，我们的前轴最多可以得到96%的扭力。以前驱为主，相对来说呢，动力流失或是动力的耗损会比较小，所以会有更好的油耗表现。那后轴最多可以被分配到90%的扭力，相对来说呢，只要在有需要后轴在承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抓地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一个动力传输的分配哦，其实它整个扭力的一个分配的概念就是基于效率这两个字。你可以看到，当需要有更好的油耗表现或需要有更好的这样子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车子就会保持前驱，前轮驱动可以有更少的动力流失，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效率，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以前驱为主。那后面的耦合器结合的时候，动力传输到后轴会有哪些情况？第一个，我在急加速的时候；第二个，我在承重的时候；第三个，我在爬坡的时候。在这些驾驶情况，扭力会被分配到后轴。这三个驾驶情况有个共同点，重心都是在后轴。我们急加速，车头抬起来，所以这时候车辆的重心是在后轴。你在负重的时候，重心是在后轴；爬坡的时候，重心一样是在后轴。所以这个时候后轴的抓地力相对来说会比前轴还要来得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把扭力分配到抓地力比较好的后轴，让整个的动力传输是更有效率的。那这些呢是一般在以前驱为主的一个驾驶情况。那你可以发现，除了在以效率啊这样子为前提的概念底下呢，在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底下，我们后面的耦合器也是分开的，不会动力是没有传输到后轴。那另外，起步加速或是感觉到车辆打滑，或是在爬坡或是在负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整个的扭力就会透过电脑的一个分配来传递到后轴。所以这套四轮驱动系统很聪明，没有传统四轮驱动系统的油耗这样的缺点，但是相对来说又可以提供四轮驱动系统带来的一个更稳定的一个操控跟更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操控的一个表现。那这些呢是我们在同级距里面目前都是唯一标配的，尤其是像这些驾驶辅助配备，老实说在商用车上面比乘用车上面来得更为重要。 ACC 后面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是在降低驾驶者的疲劳，所以我们是同级距商用车唯一全车系标配 ACC 在 Multiman 上面，所以可以大幅度的降低驾驶的一个疲劳，就可以提高整个的一个安全。另外，透过 DCC 跟四轮驱动的一个搭载呢，在不同的驾驶情况底下，可以提供驾驶者不同的一个驾驶状况，一样可以达到更安全、更舒适的这样子的一个驾驶反应。那最后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19年是除了这些配备的新增，还有一些项目会稍微不一样，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拍照的一个时间，可以针对这些细节来做一个拍摄。第一个，我们19年是新增的核桃木的饰板，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去拍照在 Highline 上面呢，它的饰板呢会变成核桃木的，然后呢地板变成枫木纹的木纹地板，那以及在后保板上面多了一个金属的饰条，这些都是跟上一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呢，可以特别针对这几个细节，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拍摄的一个动作。